年的心脏科医生了，对于黄疸和高血压，那治疗起来绝对是没有问题的。嗯，关键是这个肺炎，那个时候就怕老人家营养跟不上啊，自身的抵抗力不好。看不清你们的脸面，本人呐、啊，你真是开玩笑，真的。这个本子我是不会掉的，这上面有家人的电话呀，什么都有。啊，那你把他们和家人放在一起了？哎，对，就是一家人，一家人啊，一家亲。